大交啲上今次我想將港鐵 MTR Club 古巨基係嘛？古巨基一張車票啦，2008年發行 ，OK， 2008年尾喎，2008年12月喎 ，OK， 古巨基，哇！竟然一張車票有明星，估唔到啊！係呢個係拜古巨基嘅咯。咁我唔知係咪呢次有古巨基啦，唔清楚啦。因為咁嘅有個坑人物，就喺個上架黑頭 M 青嗰度，就冇話咩邊個路線黑頭 M 青啦。咁係咯，咁有白色為主啦，個車票係咯，都。好多佢嘅樣子，周圍都圍繞住佢嘅樣子。呢條友應該唔係古巨基係嘛？都古巨基嘅卡通版，竟然係唔理。KUBI 係咩嚟？呢個應該係卡通人物嘅名，應該我諗。唔知邊條友，聽過呢條友呢個名啦，我唔知。我唔知。我嗰時2008都好細個，先喺睇後面咁就車票又係期為1個月有30日啊，適用於乘搭嘅港鐵任何車程一次，不適用於機場快線、輕鐵、東鐵頭等路啦或就站過的巴士或者巴士。此車票不能換現金，此車票如有失效嘅話。可於有效期內在港鐵客務中心辦理換領手續。咁啊，竟然會有一張去紀念一張一個人紀念明星嘅一張車票。OK， 好盞鬼啊！呢張車票，古巨基。唔知呢次係咪古巨基咧？係啦，今次你將 M 級啊嘛，嗰啲又嚟 M 級嘅古巨基啊嘛，古巨基嘅車票就介紹到嚟呢度啦，咁就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